来提线机啊，你看我们爱普生头4720的提线机，四个头，双彩双白，加了负压二级墨盒安全屏，做工这块就是高人一等，品质这都要上来了。汉森的3200版卡，小型的9060的导带机啊，导带机可以打软膜、板材、卡牌台功能。Hello, bro。速度还是挺快的。